许多创业家与年轻家庭会考虑利用 E2 来到美国创业，合法让家人能够居住美国，自由进出，接受美国教育，又不需要考虑到绿卡或入籍当美国人之后的税务烦恼。除了这些优点以外， E2 可以无限度续签，签证每次最多可以拿到5年的时间， E2 的投资金额也不会太高，远低于投资移民的需要。另外， E2 跟随的配偶可以申请无居限的工作许可，能够在美国自由求职。虽然 E2 有这么多的优点，但是还是有需要考虑的。跟随的小孩子在满21岁或21岁之前就结婚的话，就必须自己独立，有自己的移民身份或合法居留在美国的方式。我们建议有兴趣让小孩子长期在美国发展的家庭，在利用 E2 进入美国之后，还是必须要筹备办理绿卡。